我们已经搬到理发店门口了，放心啊。嗯，我说兄弟啊，忍一忍啊，你是咱候牛里牛顿，候牛离不开你，忍忍啊，大老爷们忍忍，万险别横啊。你实在不中，就让徐大夫来看看吧。是啊，万险，要不咱找徐大夫来看看吧。啊，我这一回啊，外表皮没受什么伤，主要是由于受到过度惊吓而致。 都伤到神经了。《黄帝内经》说，内伤比外伤更难治。据考证啊，行，中正，《黄帝内经》《黄帝》离这太远，咱说点眼前的事儿，咱先把神经上的事儿稳住了。您没有啥大事儿，别在这转词儿了，中不？二他爹，你可别吓唬俺啊！你这一掉井里，可把俺给吓死了。可不是咋的。 你看看你自己那大沉坨子，看看，把我妈这肩膀给踩的。没事儿。桐花啊，哎，桐花，啥也不说，默默无语，两眼泪。哎，行了，都乡里乡亲的啊，不用说那么多。 你踏踏实实在家养着啊，咱们都回去吧，让他好好休息。走吧，走了，慢点啊，桐花。哎，谢谢啊。需要啥就说啊。红梅，你看看点啊。红梅，替我恭送众乡亲。哎，你放心，慢点啊。万贤，你这不好好在家躺着，跑这儿干啥？桐花。
我这腰腿啥的也没摔出来啥毛病，我有点坐不住了。咋了？我今天是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，万分感激的，想给大伙儿说几句。童花，是你把我的命给救了，我掉入苦境绝望中，警台传来呼救声，童花一声跳井下，救回万贤一条命。万贤，冷静，万贤，冷静，平静一会儿。你这太激动了，对恢复身体没好处。就在我万分绝望的那种情况下，童花跳到井底以后，我就知道有救了。井台上大翠儿还有四姨夫他们，就是被全村人的给感动了。我跟红梅也商量了，我们就把二毛烧好喝的秘密告诉大伙儿，作为回报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只要用了俺们家这个秘方啊，保证咱村的红薯酒做得好。太好了！中。万贤叔，你那个秘方到底是啥呀？那个是水。水是你做酒的秘方？是，秘方之一。咱们村的水啊，含碱量太大，口感不好。我们两个呢，一般天不亮就到他娘家挑那个水，那个水啊是甜水井里的水，所以呢，咱村的这个酒厂要想质量好，恐怕得打一口甜水井。有甜水就能做出好酒？不是，光有甜水还不行，配方上还得再改进。咱们这个原材料啊，这个发酵的时间太短，再说粮食的配比也要调整一下。我把这配方拿来。对，井这件是大件。哎，你听我说啊，安好。喂，咋是个这？电话挂。咋说的？贵得很，大一口井。咱恐怕承受不起，没那么多钱。我记得当年老支书带领大伙打咱们村那口井，一分钱都没花。妈，那你啥意思呀？这井咱也自己打？自己打哪能行？中，咋就打不成呢？婶儿，我同意你的意见，能自己干的事儿，咱求别人干啥？关键是我打听过了，这个井不是咱平常吃水那个井，是酒厂用的专业的井，得请人过来测量一下，专业的人士看看咱这个土里头的水呀，它这个物质是不是够丰富，具体在哪个位置得人家来定。对，咱们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，你就得请打井队定位勘探设井，你要不然白忙活一场，人吃马喂的不白花钱吗？这俩娃呀说的太对了，老支书带俺们打的井，那就是一口盐碱水井，那酒厂用水那必须是甜水啊，所以打了这口井必须出甜水，还得稳当点。说的就是个这呀。那就这样，咱们呀先把打井队请来，测量好位置，定好位置再说。中。中。技术员，咋样？啊，按理说呀，这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这里的地质结构，因为我们打井啊，首先得钻探，通过岩心层看构造，才能知道这岩层下的水啊是甜水还是盐碱水。中就中，不中就不中，中咱就在这干。爸，既然人家说了不能确定，你别急，再等等啊。能不急吗？这甜水不出来，那酒厂咋开工啊？叔，急也没用，咱得等结果。哎呀，技术员，你觉得
啊，还得等多长时间？我先回去跟专家汇报一下吧，听听专家的意见，然后才能决定。那凭你的判断，啊，凭你的经验，咱后牛这儿能出甜水不？要我说呀，就没有问题。可万一错了呢？所以啊，我不能下这个结论，我还是得跟专家汇报，然后让他们来定。 既然人家都说了，让咱等消息，咱就等等。不行的话，那我再去县城找个专家问问。再说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泡脚。哎呀，哎，泡脚了。 石头和石头吗？你把那个湿的石头，还有潮乎乎的那些土啊，你装到筐里，拿上来让我瞧瞧。 吃饭，那你要让闲着吧，我待会儿再吃。我出去转转。你说你吃饭，你转啥转呢？你能转出点水啊？早点回来。不管有啥事儿，你赶紧来吃饭呀，饭得吃啊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唠唠叨叨，唠唠叨叨，烦。 真让人闹心呐！现在呀，村里说什么的都有，说咱不该听专家的，这一等就这么多天，说这打不出水来，是在浪费大伙的钱。哎呀，真让人上火呀！你还往心里装啊？只要这井里咕嘟咕嘟的冒出水来，啥话都没有了。 你说咱们村想干成点什么事儿，咋就这么难呢？十年九涝，哎，都是灾年。想做点事儿啊，就一步一个坎儿，真不容易呀。
知道为啥不？为啥？这月亮、太阳、天、地，还有山，看着咱俩呢。你俩一直坚强不坚强？看咱俩是不是个合格的共产党人？嘿，那还用考验？他当然是合格的共产党员。那是啊。哎。哎呀。你说呀。你说这真打不出水。这老百姓说咱是小。这口井不出水是大。那酒厂啊一天不开工。这得损失多少钱呢？俺也为这事儿担心呢。童华，就算这口井真的不出水，咱呢重新找地方，只要把那个坑坑看准了，你跟我带领着大伙亲自去挖，你就不相信后牛这块土地上就打不出一口甜水井。童华，童华，你别来了，听听听，啥声音？哎，什么声音？童华，快快快，你来听，你来听，听到了没有？是水声吗？这有个缝儿。有个缝儿，你听听，水！哎呀，出来了！真是水！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这不是水吗？这是啥呀？哎呀！真是水！出来了！老爷，出水了，出水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告诉乡亲们，哎，出水了！乡亲们，出水了！出水了！出水了！出水有事儿啊？啊，我想到厂子里来看看，有没有我能干的活，也不知道行不行。那有啥不行的？行啊。那太好了，我去村委会找童华姐说去。不用，新月是厂长，找新月就行。在吗？新月在。走，新月，新月，
金玉，哎，来来来。二叔，二婶儿，哎呀，二叔，厂长，叫啥厂长？就叫我心意。哎，咋了，叔？啥事儿？心玉啊，你婶想在这儿找个工作干，中不？心玉啊，你看，婶现在身体也好了，不能总在家里窝着是吧？嗯。想出来干点活，我之前呢在工地里干过活，然后不怕吃苦，不怕受累，就看你收不收了。婶儿。身体好比啥都强，只要你想干活，总是有的。嗯，我先把手头的事儿啊忙完了，还得跟厂里其他几个领导商量一下，看有啥合适的。找到合适以后呢，我马上通知你们，咋样？中。那我们就不给你添乱了。谢谢厂长，不麻烦，不麻烦，谢谢啊。你要客气啥呀，厂长？心意，就叫心意，叫心意啊。心意，心意。哎呀，那我不动了啊。好。服务员。你不用担心，我再跟心意商量商量，回头再告诉你信儿。哎，好嘞，王点大哥，那你去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回吧。嗯。换钱呢？哎呀，来正好，一块儿帮着捞捞水草。宝财，我发现你最近捞水草的次数是越来越多。这庄户人不敢偷懒啊，这水草多了，水里的氧气就少了。哎，忘了上回翻塘的事了。翻塘的事呢，肯定忘不了。我就感觉吧，这水草你这天天捞，也没见少多少啊。天气热，这水草呀长得可快了。万贤，你啥意思？你怀疑俺偷了塘里的鱼，是不？我没那么说，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。你别用这样的眼神和语气质问我，那我也想反问你一句：咱们两个一块承包鱼塘，你说我偷鱼了吗？我什么时候吃过一条鱼呀？那俺也问你啊。这塘里的鱼，俺吃过一条吗？你没吃，我也没吃。但这塘里的鱼怎么越来越少了呢？过去我一来这个塘啊，这个鱼争先恐后的跃出水面。现在呢，平静的像一滩死水。中，万贤呐，俺呀也说不过你啊。这么着，从今往后，你呢向你的明月，俺照俺的大徐。中不？俺们分开，啊，孝敬着。分就分。这什么态度呢？厚牛会计钱宝财，为人大气有胸怀，就这两句话受不了了。分开就分开，这怕谁呀？擦擦擦擦，天天就知道擦。你干啥你啊？吓我一跳！咋了？这个小万贤，欺人太甚！咋了？咋了？当初说好的，俺们两家合作啊，俺家出钱，他们家出力。可自打下了这个鱼苗，他小万贤出现过一天吗？俺钱宝才好歹是个村干部啊，天天撅着个腚在那干活。还村里不讨好了，咋了？他说啥了？说啥了？哎，跑到鱼塘边边上，看着俺在那撅着腚干活呢，你知道他说啥？哎，钱宝财，你又偷鱼了？俺能干出那事儿吗？俺是村干部，俺能偷鱼吗？啥？说你偷鱼？哎呀，这不是胡说吗？哼，俺家宝财吃了亏，受了罪。没一句好话就算了，还背你们冤枉！行行行行，哎，你个什么你啊！你还嫌不够丢人？你嚷嚷嚷嚷，太欺负人了！他们这样，俺想好了，不跟他合作，分。就是，就不能跟他们合作。你赶紧把那合同拿出来，俺去村委会
解约。合同啊，那个没了。咋了？那天俺烧饭，没找着树叶，就把它点着了。哎呀，他爹！哎呀，你！哎呦，你知道那是啥吗？合同啊！上边可明明白白写着，俺们出了多少钱，分账的时候俺们该得多少钱。你烧了，这到时候你咋弄吧？咋弄啊？哎呀，气死了！哎呀，烦死！咋了？俺想找你俩商量点事儿。跟俺一个人说中不？中，就是承包鱼塘的事儿，俺呀不想和肖万仙一块承包了，想解约。为啥呀？之前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干得好好的，那都是俺一个人在干呢。这肖万仙太滑头了，从下了鱼苗到快起塘卖鱼了，这段时间俺就没见过肖万仙，全是俺一个人在干。宝钗儿啊，这都快起堂了，这个时候分开合适吗？你呀，还是等到明年啊，明年再说。俺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这肖万仙一看要挣钱了，他就出幺蛾子，这太气人了。俺知道这个鱼塘啊，你付出最多，活干的最多，操心也最多，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你是村干部，他是村民。再说了，这万贤是什么人你不了解啊，他想多赚点钱可以理解。俺觉得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中，俺听你的。你咋在这儿呢？那个肖万贤领着鱼贩子准备起塘卖鱼了。啥？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水，请你相信我这张嘴啊，养鱼用的都是上等料，小鱼的味道确实美。这个前段时间就有一些鱼贩子到我这儿要买鱼，我没卖。这两天我还正打算到城里找你们买鱼的，你就来了，真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。你看看啊，就这水面啊，大体上呢，你待会儿呢再看一下鱼的种类啊和鱼的大体的大小啊，这个你看能不能给估个价，我也是着急卖掉了。定完价你总得把水抽干嘛，把鱼都弄上来过完秤才知道有多少鱼多少斤，我才能付钱。你这怎么估价？不是你这抽干得需要多长时间？我这是着急，你估个差不多的价我就卖了。我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，我说的这个事儿，有些买鱼的行家就能做到。不是行家不行家，咱都不能这么干。你看啊，估多了我吃亏，估少了你也不能干。我先捞一条鱼，你先看鱼的种类和层次，中不中啊？你再研究决定。我还不知道你这里鱼有多大。我知道，你别着急，你先看看鱼的种类和，哎，这哎，好，看见没有？哎呦，你看到没？就基本上就属于这种了。小王家，这是属于。停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给俺！哎，你凭啥卖俺的鱼啊？这是俺俩承包的鱼塘，你凭啥自个儿一个人买鱼啊？对，既然你说是咱俩承包的鱼塘，那我有没有权利把鱼卖掉？那也不行啊！什么不行？我可以卖我那一半。你有什么权利卖啊？而且现在鱼你看就这么点，这卖着那不是亏吗？这不能卖鱼，你赶紧滚！滚！你别走啊，肖万贤！啊，刚才通话还劝俺要跟你继续合作下去，看这种情况，俺不跟你合作了。钱宝台，怎么了？你爸他给我赶走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权利卖我的鱼吗？我没有。你这是我的，这是俺俩的，这杆子是我的。你什么？你肖万贤，你俩干啥呀？肖万贤在这拉拉扯扯、打打闹闹的，把鱼放到池塘里去，多大岁数了还打呢？啊，多大岁数了打？村里人不笑话吗？把东西放下，就地开会。
开就开啊！我先说好啊，你们三个呢都是村委会的干部，前后脚来的。我肖万贤走南闯北，见过世面，什么样的会我都敢开，但有一条，必须要公平公正，啊。万贤啊，这点你还真就放心，保证公平公正。这跟宝财儿是不是村干部没关系，啊。宝印主持。好。安主持。肖万贤一天到晚在村里头摇头晃脑的，俺是文化诗人，嗯，俺是后牛的牛顿，奈何明月照大渠，有文化，那么办这事儿是有文化的事儿吗？村里边用最低的价格让你和宝财把这鱼塘给承包了，人家宝财可是兢兢业业，经常过来撒撒网，喂喂鱼食儿，你呢？哎，你说你来过几次？你说说。我来的次数确实没有宝财多，是吧？这个，但是啊，这个鱼饲料钱我是一分没少拿。那要是连鱼饲料都不出，这鱼塘算你承包的吗？这个宝财呢，最近这一阶段就是频繁的过来清理这个水草，清理水草是好事，可是呢，这个鱼可是越来越少了。闹了半天，你这是怀疑宝财偷你鱼了？咱们一个村住了这么多年了，宝财是什么人，你不清楚吗？他能干出这种事儿吗？俺还问你，这鱼塘里的鱼你查过吗？少了多少条？你从哪儿知道的呀？宝财偷你鱼了，他偷完你鱼是吃了是卖了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什么证据都没有，就是怀疑人家，就干这种事儿，不跟人家商量，偷偷摸摸把鱼贩子叫来就要卖鱼，不就是怕吃亏吗？说白了，你不还是想占便宜吗？既然闹成这样了，你们俩别合作了，分开啊。村委会呢暂时这么决定，把你们原来的合同拿过来，村委会收回原合同，重新给你们俩拟一份合同，签好。这不两块鱼塘吗？一人一块，如果要没什么意见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有意见再说。宝印，一直在打了，好好商量。哎呀，宝财，要不你去找童花商量商量，看看他有啥办法没？啥办法？能有啥办法？啊？那合同呼呼呼！看你心烦，你看看。这也不能怪俺呀，我想着那鱼塘都包下来了，东西没啥用了。没啥用啊？那可是合同啊，你当是饼干皮了，说烧就烧了。行了，别天天的数来数去了，行不行？学点文化啊。万贤说俺没文化，你也说俺没文化，你们俩都有文化，咋不干点有文化的事儿啊？哎呀，谁在说文化呢？啊？不会捎带着我吧？哎哎，这个宝财啊，我这买了点瓜，味道不错。不吃。哦，好好。是，那待会儿再吃。哈哈。万贤，你看你都办了些啥事儿啊？行了行了，看柜台上有啥事儿。嫂子，啊，宝财啊，这个今天的事儿呢已经发生了，啊，这个就让它过去好不好？不是，我是这么想啊，咱们两个是在后牛最早联合做生意的，只有一墙之隔，直到今天呢
咱们两个啊，也是做的最长久、最成功的经济联合体。村里很多人在背后，对咱们这种方式和行为啊，是称赞有加。所以说呢，我认为咱们不应该分开。啥也别说了，俺就想着跟你分开，咱俩合不成。你宝才的为人处事方式，那村里那是有口皆碑，是吧？后牛干部前宝才，为人大气有胸怀，真的，大伙都这么说啊。我也诚心诚意的说几句心里话，今天我做的事儿呢，多少有点不妥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就让我们之间所有的不快随清风而去，不留下一丝云彩，中不中？你就是太能说了，你啊！哎，宝才，你考虑一下，暂时不分。但是，小万仙，俺有个条件，这鱼塘马上就能卖鱼挣钱了，不能俺们家一家出力，你们家也得干活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，咱们两家一边一天，中不中？中。在这儿呢。哎，这不是又出新包装了？不光是包装的问题，关键是他们上了不少新产品，你发现没有？哎呦，还真是。咱们这个总是这一种产品太单一了，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你说的这是个大问题，得赶快想办法解决一下。光卖这种产品，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呀。没错啊，咋办呀？着急死了。今天来不及了，先去吃点东西，找个地方住下来。明天吧，明天一早咱们俩一块儿去这几个厂家拜访一下，跟人家好好学习学习，取取经，然后回去跟大家伙商量商量。朱爹啊，对，多少钱一晚上？好房子40，差一点的20。没有再便宜一点的吗？没有，现在只剩两间了，一间40的，一间20的，你住不住？哦，住，那就住20的吧。先交40，我们就住一间，住一宿，这是押金，明早退给你。你两口的身份证。好，拿身份证。嗯，好，我看看。开一间房，咱们咋住啊？我一会儿再去找一家更便宜点的，这家太贵了，你住下就行了。哦，还有更便宜的呀？那要不咋弄？再开一间？哎，还是算了吧。没这个必要，我还是去住那个浴池公共澡堂，5块钱一宿，还能洗个澡。嗯，挺好啊，那你快去吧。啊，那你今天就没事了？哦，我没事了。哈哈。哎，哦，没事了，你去吧。那我这个包要不就……哦，你搁我这儿。哦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你一个人得注意安全呀，把门锁好啊。啊。
个企业啊，它本来就应该是正常思维，就是个正。你现在要是不研发新产品，不搞新的创新，那反倒有风险。对，叔，新玉说的特别有道理。咱们不研发新产品，人家在研发呀，咱们不就被人家给落下了吗？不创新，企业没法发展。嘿，咱俩说的轻松。就算研发成功了，就算投入生产了，那技术部门谁来操作？